大家好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款家用吸尘器的安装使用方法。首先，收到货，把我们的吸尘器拿出来，所有的配件都是放在桶里的，把桶里的配件拿出来。第一步，我们找到四个万向轮，然后对插到我们桶底的四个孔，一二三四，直接插进去即可。轮子插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消音器，这个是消音器，然后插到我们的桶盖下方。 转进去就可以了。我们的一个吸风软管，塑料接管直接插到我们的软管长接头，它有一头是大的，有一头是小的，我们插到大的这一头，然后另外这一头插我们的吸头。 可以正常使用，地板刷、扁嘴吸、沙发刷、除螨刷，根据您使用的场景，更换我们不同的刷头。另外的话，我们桶内使用的时候。 海帕、尘壳一定要保持干净清爽的状态。如果说您用使用完之后海帕跟尘壳不要脏的时候，就可以水洗晾干之后保存即可。我们使用完毕之后，拔插电源，然后把我们的吸尘器放到远离高温火源的地方保存即可。 如果你也想要吹风的效果，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消音器拧下来，把我们的吸风软管插到我们的消音器上面，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吹风的一个效果。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吹风的效果。